家就有一個好宇宙的一個觀念嚟嘅。人要需要首先係修身，然後齊家。所以修身齊家，嗰呢個家咧就係一個家園，係背靠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，咁樣先成一個真正嘅家。家亦都係一個國家嘅基本嚟嘅。如果個國家冇家嘅話咧，試問點樣可以成為一個國？以前人講話，如果家有餘糧嘅時候咧，你應該同其他人分享，咁即係所謂為善啦。我揀慧賢雅集咧，第一個原因好特別嘅，依一班會員咧係香港小姐，大家係姊妹嘅關係嚟嘅。第二，佢哋都係大部分有一個好好嘅家喺後邊。可以助弱扶貧嗰方面做啲工作，值得我哋去睇一睇嘅。首選當然係創辦人之一同埋第一屆會長朱玲玲女士啦。我第二位係曹敏妮，佢係2003年嘅香港小姐冠軍。